大家好，我是如哥，奶奶的身体差不多快好了，今天医生还在打吊针，她想吃鸭肉啊，给她抓一只鸭杀了吃。说最近常想起我的小手和小脚，小手长大后再没有跟你要好了嘛，就站个地方。我也不安稳。不低的。好。刚才就是这个。妹妹，妹妹，那自来吧，婆婆。你看外地嘛，闻什么的？你这也不是我闻的，闻你叫个白天。还有对我的礼，你背一个。最后会脱的，特别流流，流成这。